诸葛亮教你如何反杀土味情话。诸葛哥哥，我感觉我的土味情话已经满级了，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要脱单了？现在早不流行土味情话那一套了，你现在去对人家说，那些小哥哥只会被你吓跑。我不信，我的土味情话我自己听了都两腿发麻。有本事你对我说土味情话，我全部都给你破了。这是你自找的哈。小哥哥你好啊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别高兴得太早。小哥哥你属什么的？我属狗的。不不不，你应该你属我。哦，原来你是狗啊。啊，发生了什么？确认过眼神，你是我的人。确认过眼神，不是你得不到的人。我手上划了一道口子，你也划一道吧，这样我们就是两口子了。我怕血融到一起才发现我是你爹。嗯，姐妹你还是太年轻了，土味情话差点火候，看我的吧。都多大了还欺负人家小弟弟，脸还要不要了？诸葛我来帮你。我点的东西怎么还不到呀？你点的什么？我们的未来。我点的东西也没来。你也点了什么？煤气罐。厉害呀。这老东西有点刚啊，看来要来软的了。我昨天去了一个岛，叫不爱我就拉倒。我昨天也去了一个岛，叫伊克拉岛。哼，不玩了。